其实我一直不太用主旋律这个词儿，我最早就一直用主流电影。什么叫主流呢？就是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的人民怎么会不爱看呢？如果你拍得很说教，他不爱看；你拍得很生动，他没有理由不看嘛。这些人不可爱吗？在火车上打闹多可爱啊！只要战争的缝隙里，他们都是像孩子一样，他们心知一步一样的走向死亡，但是义无反顾，生命的欢快，生命的所有的情感都在这个缝隙中渗透出来。这个是深深的从我们出生那一天，我们的姥姥奶奶爷爷给我们讲的故事，都是讲的这样。艺术的最大力量就是激活潜意识，等于把潜意识一旦激活，他所有的情感都爆发。